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演讲。喂，有些人觉得幸福就是可以拿定。我再过几个路口就到了。小公主那边怎么样？幸福就是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好啊。我觉得幸福就是可以和家人开开心心的过生活。美国哲学家霍桑说过，幸福就像一只蝴蝶，你越追它，它就越会躲你。但你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。小妹，妈咪，小妹，怎么了？小妹。先帮我把包包脱掉啊！来叫救护车，叫救护车，谢谢，脱掉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叫救护车，叫救护车，我讲不到。这是哪里？小陈说：“一子一女，一阴一阳，有进有出，有舍有得。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妈，你怎么在这啊？妈。如熙，又想，向东，武林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这人呢？